皮具大师是来自纽西兰的三岁马来的。这匹马的周岁身价37万纽西兰元。他的父是 Ifra， 这匹马来了香港都几长时间了。今季成绩都 OK 的。长龙再现乐天派都赢过马。另外就金发银发精算赤焰德意醒阵上都接近过的。Ifra 一族来了香港这么久，大部分的成员其实都比较早熟的。跑短途就好少少。不过今季有些改变，长龙再现乐天派长一些路程的赛事都赢到马。至于皮具大师的武器，石标的女儿，曾经在纽西兰赢过三场赛事，赢马途程就1600米去到2100米。武线家族的近代成员出过两匹同母兄弟马香港跑的，多彩多姿和胜利仔。胜利仔就赢到长的路程 ,1600-1800 米七节马来的。多彩多姿就赢到1400米，不过来香港之前已经表列赛三级赛那些都上到名的马来的。睇晒父母俩先啦，因为皮具大师咧初期就跑短途开始嘅，但系跑落睇嚟要加程啊，跑到1400米一里甚至再长啲路程嘅赛事咧，有可能咧比短途赛就更啱发挥噶。皮具大师嚟香港之前咧，喺纽西兰参加过三次试习嘅，三次试习咧都冇跑过入一至三名嘅。容天鹏马王的初出马上季初出即胜马有一匹的，那匹就是盈月。今季跑到现在为止初出即胜马亦都有一匹，那匹就是博爱先锋。南区旺是来自澳洲的三岁马来的。这匹马周岁的时候曾经参加过拍卖会的，不过结果没成交到，因为就不到价，去到90000澳元的时候就收回了。南区旺咧就遥远星空啦 ，Deep Field 嘅子字嚟噶，遥远星空一族今季哇犀利啊，仍然啊超过10匹马赢过噶啦，跑咗半个马季之后，尤其是最近咧遨游气泡咧四岁系列赛嘅首关啊，经典一里赛都俾佢攻下噶。咁另外加州德力啦、幸运传奇、幸运旅程、对行之星、年少有威、旺旺神驹的爱心、洋洋大道、跑得宝宝同埋钻石翱翔咧，全部都赢过马噶。呢系马嚟咗香港短短几季啫，咁成功咧，咁由于大部分嘅子字都好早熟啦。跑短途有好速度啦，同埋咧好多嘅成员咧喺初上阵嘅时候已经即刻可以交出好表现噶啦，所以深受马主欢迎啊。至于遥远星空嘅武系啦 ，Snizzle 个女嚟嘅，咁就曾经喺西澳洲上过阵嘅马嚟嘅，佢就冇赢过马噶，但系曾经喺一场乡村马场嘅1000米赛事上过名。武线家族嘅近代成员咧就大部分都短途马比较好啲，而且佢哋多数都喺西澳洲跑嘅马嚟嘅啫，咁就个别咧可以赢到上1400米或以上嘅啫，比较少数啊。睇晒父母俩先啦，呢匹南区旺咧睇嚟会系啲比较早熟嘅短途马嚟嘅。南区旺嚟香港之前咧，喺澳洲啊，即系昆士兰州咧，就曾经参加过一次试习嘅，试习一次就赢咗噶啦。同组一齐试习嘅第三名马，第二名嗰匹咧之后喺当地咧就跑三次赢咗一场头马，就另外两次都上到名嘅。罗富全马房嘅初出马咧，上季初出即食马有一匹嘅，嗰匹就识赢嚟嘅。今季跑到而家为止咧，虽然暂时未有初出即食马，但系初出上到名嘅马有四匹，佢哋就系英雄豪迈、日日有、彩虹千里同埋特别美丽。长发是来自澳洲的四岁马来的，这匹马的两岁身价是72000澳元，它的父系是 Power 强劲力量，这匹马来了香港一段都挺长的时间的了，今季成绩不错，尤其是近期超威力就初出即胜的，另外日辉、黄世泽、阴星两匹这么难赢的马最近都相继打开胜利之门，季初还有钻石福星也都赢过马，另外天外飞天、锋芒劲路、卓落人生近期都跑得挺好的，上到名的，这匹马来了香港这段时间大部分的成员都是比较早熟，短途赛、中距离赛比较擅长一些，这个都跟强极力量自己应该都有些关系，因为强极力量都是早熟马来的，在欧洲服役的时候赢过5场赛事，赢1000-1600米途程的赛事，5场赛事赢的头马里面4场是两岁就赢了，一级赛他赢过2项，在2011年的时候先赢了卓拉马场举行的爱兰国家锦标，去到2012年就赢了爱尔兰2000坚尼大赛。至于长发的武器 Stravinsky 星运时机的女儿的，没上过阵的。武线家族的近代成员出过星运爵士，我们前香港一里锦标的得主，其他的成员其实大部分短途马、中距离马比较多，个别都挺早熟的。睇晒父母俩先啦，呢匹长发咧睇嚟盛行咧，挨向短途比较多啲嘅，咁啊初期跑短途开始啦，跑落咧可以略略加到程嘅，应该吓1400-1600米途程嘅赛事咧，佢有机会应付得到噶。河梁马房嘅初出马咧，上季初出即胜马有一匹嘅，嗰匹就吉吉利高嚟嘅。今季跑到而家为止咧，虽然未有初出即胜马，但系初出上到名嘅马都有一匹，嗰匹就系包装全城。
电子宇宙是来自澳洲的三岁马，这匹马的周岁身价是16,000澳元，比较廉宜的身价的。这匹马附是 Super One 一哥，不过这匹一哥就是新加坡短途王的一哥来的。这匹马来了香港就不算很长时间，成员亦都不多，暂时来讲东风一号、好运宝马、顺利取胜和星叻无敌四匹。东风一号今季就赢过的，另外好运宝马今季就曾经接近过，就是之前都赢过马的。Super One 自己就 I'm Invisible 的子嗣嚟嘅，服役嘅时候在新加坡和澳洲就合共赢过5场头马嘅，赢短途赛嘅啫，赢1000米、1200米，最高竞赛成就就赢过3级赛嘅，南澳洲赢嘅就麦基锦标啦。另外佢5场头马里面有一场就胶沙地赛嚟嘅。至于电子宇宙个母系啦 ，Charge Forward 个女嚟嘅，服役嘅时候曾经喺悉尼同埋邻近一带嘅马场合共赢过5场赛事，不过都系赢短途赛啫，1000米到1200米啦。母线家族嘅近代成员都系短途马多啲，比较早熟嘅啲成员都系，咁啊个别有啲赢到上一里嘅啫。睇晒父母两线啦，呢匹电子宇宙咧睇嚟会啲比较早熟嘅短途马嚟嘅。电子宇宙嚟香港之前咧，喺澳洲嘅昆士兰曾经参加过2次试习嘅，咁啊试2次都赢晒噶。咁2次试习同佢一齐试嘅第3名马咧，4匹里边有3匹咧已经系赢咗马噶啦。文家良马房嘅初出马咧，咁啊上季初出即食马有1匹嘅，咁就金钻贵人嚟嘅。今季跑到而家为止咧，初出即食马都有1匹，嗰匹就古浪非凡。